下一个。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生不出方块来了。为什么？你刚把它敲掉了。对啊，没有，那个方块是前面那个，我没有办法过那一个，不好意思，就敲了一个方块。再踩下一个。好，回来这边了。我现在到底该怎么过啊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地形，勘察地形中。我连勘察地形都有问题啦。好了，那你就把玻璃敲破，然后过去就好了。不要了，不可以破坏地图，遵守原则。来啦，回来第一个，我们再挑战一次。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居然。Hello， 你这个破坏地图的小王八蛋！好了，我们要怎么出去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没错耶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可以这样？好啦，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。好啦，我们真的没办法过天空这一关，有跑酷啊，太难了。那我们就只好先过喽，实在太……走啦，跟着我走。借下梯子 ，Sorry， 地图作者，我们不是勇者，我们算是弱智跟智障，所以这个等级 level 要拉到跟弱智跟智障一样，我们才有办法过这一关。快过来！呵，有没有天空之梯？算是不得已过关的，下次不要再选天空了，我们可以选别的、啊，水火木这么简单的关卡，看起来就很赞，有没有？再来这边，我们没有完成，不好意思。你看，糊里糊涂就完成了天空实验，好吧、啊？我们玩政治党，我选不要，我选，我们选最温和的水，我们选最温和的水，好走，好，这里看起来就很简单。你在哪？我在你旁边，你有看到我？没有。好，很好。你可以先看看你要选哪一条路线，雷特的还是汉斯的？我决定我选智障，我决定我要选这一间。好，你可以开门了。你有看到我？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啊？你还没看到我？好，稍等我一下。啊，来了，好，开始吧。好，我看一下地图怎么玩。啊，什么声音？这看起来就好像跑酷哦。水之试炼，水能再单，水能再，那是炼粥还是什么？粥耶，亦能覆粥。是否让水推你们一把，或是被水淹没呢？你们必须逆流而上，并运用水帮助你们到达目的地，通过水的试炼吧。好，你那边可能要按个压力板之类的东西，让我可以好好的踩过去。一开始就溺水了。你是怎样？你再按一次。好，踩着，好踩，糟糕，真弱智。到了，好，再来怎么弄？不行啊，你不能离开，你身上有没有类似红石火把的东西？有吗？没有。那这个游戏要怎么玩？真的没有吗？没有。是我要待在这个方块上面，然后你身上真的没有类似什么红石之类的东西吗？没有。真的、哦？好吧，让我好好想一下。这边都是玻璃，我没办法过去，所以我要逆流而上。把它敲破啊！不行，你不能再破坏了。这是我挑的。你真的身上没有任何什么红石之类的吗？没有啦。那有没有类似重量的东西？重量的？没有，它就只给面包。那你就用面包来压好了。我看一下。这是天空，按错。试炼剧情二，火剧情水。你必须到达目的地，开启往下一关通关的门。好，所以我要逆流而上。我是可以直接逆流而上，应该是不用照着他的那个压力板走吧？可以吗？那就直接走就好了。对啊，好像是这样。不知道什么特定的区域才需要那麦克。
我在哪里？哎，这边可能就需要你了啊！我知道了，你要把那个方块推下来给我踩。你要到对面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踩那个看看啊！哦，好痛啊！好，好，再来。哎，让我看一下哦，你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方块推下来？这个，你踩踩看。不是这个，不是这样，对你那个上面，我现在看的那个方向，那个那边，嘿，对，对，踩它。哦，等一下，不要动哦。好，我现在逆流而上了。OK， 我上来了。好 ，OK。然后再来是。你有办法踩上面那个吗？上面最上面，让水流下来让我游啊！你要按住哦。哎、欸，另外一边隔壁的，对，哎呦，没听好啊！好水啊！班长 ，go 班长 ，go 班长，有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不要你不要关啊，按住，好，哎、欸，你很故意哦，好，猛踩他，哎、欸，再踩，真的我觉得这样没完没了，他那个水是啊，不要动，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你刚刚成功了，不要动，对，不要动哦。其实啊，怎样？我是故意的。你居然整我！你好，真的最典型的损友。我还以为是他的问题，结果居然是你整我。好，我们现在完成了三个。好，这一次让你挑。那是什么？大地。跟木啊，不愧是老朋友，我就知道你最知道我要什么了。那个大地那个什么木有没有？感觉就是很简单那种很清爽的感觉，有没有？好，这是你要技术还是头脑？好，你既然要头脑，那我就技术吧。开门！拜托你们大脑，要不开门啊？按这个啦。好了，下一个。好，再来我要干嘛？哎、欸，这个可能是我要拿东西给你哦，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等，我把它放进去干嘛？木的试炼，树木智慧的化身，它会救我们许多知识。你必须从木头中获取答案，才能够通关木通过木的试炼吧。你必须在树木中找到提示，启动开关，并把它交给汉斯。哦，我要找东西给你，然后你才可以把那个东西放上去。好，等我找完。等一下，这有点过分。他把一堆箱子放在树上。哎、欸，是谁说木很简单的？好像是你。我还以为他真的很简单，但我错了。好难哦。哎、欸、哎。欸会不会是在这一桶木头里面？我会打玻璃敲破玻璃找你。不行，不准，不可以挑，不可以打。好，我现在得到一个英文字E，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墙壁上之类有没有英文字E的？没有，它全部都按钮。全部都。又开关。开关。有哎、欸，有。有英文字吗？有E吗？有。A-N-I-M-A-L 好，你把 A 把英文字 A 拉下来、啊、然后 N 下一个 N 英文字的 N 等一下我把全部都按上去了，所以我要重新把 A 上去。好 N 哦嘿 A-N 先 A-N A 跟 N 拉下来，上面下面都要吗？居然还有分上下、喔、好了，好，然后下一个是我找一下、喔、
A N， 然后 I 英文字 I。稍等一下哦。好可爱的绵羊。好了。然后 M A L M A L 三个 M A L。M 还有什么 A 还有没有个 A 啊？它还有分上下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会分上下？还是两个哆啦啦？两个哆啦啦。啊，但 A 就重复了啊。A 就重复了，那可能是 A 两个吧？你把 A 两个拉下就好，然后剩下的都拉一个就好。等一下哦 ，A 两个拉下就好，其他的都一个就好。M A L A N I M A L， 你再说一次，这个 A N I M A L， 然后 A 如果两次，你就上下两个拉杆都拉下来。它那个上面应该是只有英文字母吧，对不对 ？A 到 Z。啊，嘿。好了，全部吗 ？A N I M A L。A N I。我们现在只能期待班长的智慧了。行不行啊 ？M 什么 ？M A L。Your。都拉了。有没有少压力？有没有少什么控制感？它就分上下，哇，这怎么拉？呢？好，我过去看看。你帮我开一下门。Hello。好。好，帮我开门。好，交换。帮我开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帮我开门，帮我开门，好。不从你把一也，哎，一不见了、欸。A N I M A L。我打绵羊。哎、欸，班长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你在那边。A N I M A L 啊，有没有看过赶羊？没有，你是在指脏话吗？哦，我把绵羊杀死了。你好残忍啊！要回来了吗？还没。A N I。M 欸 L 在欸 L 刚拉过了 M M A N 等一下我是看错 A N I M A L A N I M A L 它是五个字母而已欸五个、哦我看一下，一二三四五 ，A N I M A L， 只有五个、哦。是的。我嘞，我现在只好做一件事情。就是我打破玻璃过去找你。等一下太直接。如果把全部拉下来会怎样？我也不知道。我靠！这个算勇者吗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我刚得到两个拉杆，那两个拉杆是要一个送给你的，你才能开门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啊、这边给你。我们这样算通关。
是谁说木很简单的？还要怎么开？放旁边门的旁边，对，也可以啦。来看一下这个，他说，请把你们的物品放回此地。他指的是这个，这样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刚刚拿到那个东西。恭喜您破万了，请你完成其他试炼。好了，这次换我挑。我要挑。我们刚刚玩完了天水，哦、不，水火天空跟大地，还有一个盐跟大盐跟大地还没玩。木玩过了嘛？盐跟大地，你要盐还是大地？我觉得这两个没什么差，你知道？没差，反正都要玩，有差吗？好，走吧。班长，让我拍你的。等一下，太快了。好吧，这是哪里？这是大地。好，大地，看一下。请先看说明。这边有点。我要抢走你的西瓜一个。等我一下啊。